我喜欢你。我有老婆，我很爱她。不可能，如果你有老婆的话，我在年会上怎么没看到她？你喜欢我什么？成熟、稳重、有男人味，还有你跟别的男人不一样。那你知不知道15年前的我是什么样子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在乎。好吧，如果你有老婆的话，你跟我说说她哪里好。她没有你年轻，也没有你会做生意，没有你有气质。但是很奇怪，我就是喜欢听她说话。那时候我们很苦，我记得结婚的时候，我都给她买不起一枚钻戒，送给她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要回去给她做饭了，我就不送你了。没事，我司机在楼下等我。哦，对了，她漂亮吗？在我心里，她很漂亮。